常出去，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个人要弄完，那也没有那个，那如果有的时候有人，那就请人帮忙，没有人的时候我就自己要弄，但是我现在就是学着自己不要去依赖别人。哎，这边少了一个，刚刚有一个那个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有一个袋子。什么样的袋子？你看这边是可以停了。好。